凤林田都是推脚铺的神法铺条，保留的手镇的镇山米，得到国际门上的认证，成为台湾第一的门上。友情碰到喝酒就喝啦，那碰到开玩笑就开啦，是吧？认证系的经验，杀下来我用来做呢。喝一下太稀，量很低，会咸。走小量，那他们才会去感受到我们那个生活的步调。今天生午，半夜下午5点，村民台币有请乡下来关心。